相信唔少面包控都帮衬过享乐烘焙。今次一于揾嚟老板同大家介绍人气热卖嘅布甸菠萝酥同埋其他新品啦。自己都中意食菠萝油啊，咁就想做啲唔系港式嘅菠萝油出嚟，就结合咗日式嘅布甸同埋法式嘅丹麦酥咁样咯。布甸菠萝酥嘅布甸加咗日本蓝黄蛋、法国圆条云尼拉籽同埋法国橙忌廉等，令到口感更香滑。开心果味更加系落重本，用上每桶过1000蚊嘅意大利开心果酱啊！店主仲率先透露，嚟紧会研发抹茶同八角茶味添。